在任何情况的工作的时候，包括尤其最近的这个佛光山，我们都认为那不光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而是一个我觉得是荒唐的，是不能成立的。所以当原来的那个佛像就是千手千眼放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我们以为那因为那个曾经是安置在那里，10月9号我跟慧山去看那个佛像，一看看到那个普陀洛杰山的那个观音殿，我倒抽一口冷气，我心里知道有一点遗憾，因为那个厅太大了，而那个佛像原来的尺寸是搁在里边会显小了一点，可是我没有吭气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要去自己去谈这个事。走出门口，慧山就告诉我，我回去重做。10月9号，12月25号是星云大师希望的开幕的时间，意思是12月大概20号左右，所有事情要就绪。你要把它放大，那是多大的一个工程？就我们都谈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慧山打了个电话跟上海的工作室说，请准备我要重做这个千手千眼观音的时候，我可以想象当时上海的工作室，我们所有的制作的资源都觉得天下大乱，万万不可，所以他们条列了22个不可能，请务必不要做这件事情。这是后来慧山告诉我说，他看完了就把它搁到抽屉，飞机就回到上海就开始做。在那段时间，上海38个工作天，然后之后这个大的佛像运回台湾，我们也同时回到台湾，再在那个现场，就是刚刚天来总经理谈到的，又工作了18天之久，24小时在高度的灰尘里面，我们的朋友去看那个过程都说太不人道的一个工作环境，竟然还是完成了。所以我想对我而言，我觉得纯粹把它当成一个行动者，而我只是在旁边很焦虑的那个人。上海38天，我跟慧山说，我在夜里4点钟5点钟回头看边上没有人的时候，我是非常非常不安的。我跟我自己说，我甚至要有心理准备，一个60岁的欧巴桑，他要面对这样子的一天19个小时，甚至连续4、5个星期这样的工作，我真的是很担忧的。可是我们也就走过来，所以我想，我个人对于慧山是表示致敬，是，所以我滔滔不绝把我的事，工作也都做完了，剩下看慧山自己，谢谢大家。